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无数次的痛苦挣扎，无数次的跌倒伤疤，是认命还是选择面对人海中早已离沙，眼泪也曾划过脸颊，哽咽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在坎坷我也不怕。心和永不落下，没什么会让我感到恐惧害怕，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这么大的万出虫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是万出虫王，万出虫的首领，一定是被藤蔓吸引过来的。那就是大一点的万出虫喽。那我们还是悄悄地爬过去，应该就可以吧？那只能试一下了。该死！三师兄，什么？这家伙把套路出来啊！别疼！啊！这也太邪了吧！不亏你这。哎，你们这个剑阵可以啊！现在只剩三人了，剑阵支撑不了多久。混蛋，小爷我上的这点家当都给你。什么？这家伙？师妹，追跑！是。一字开山剑。该死，对这家伙无效了。奇怪的幻兽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，还从未见过幻兽能释放幻术的。混蛋，必须打断他。二师弟，跟我上。大师兄。发生什么了？这是怪的幻子吗？我怎么回事？哇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这也太厉……白墨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们应该是被石化了。石化？那他们不会死吧？放开你这个大破马！小姨，你还好吗？小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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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沙漠大人，辛苦了，沙漠大人。这一届还算有几个好苗子。干得不错，你们俩通过，可以自由活动，天亮前务必赶回来。差不多应该干掉那个家伙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已经死了吗？
熟悉的感觉，很舒服，自己变得好轻。楚灵霄，我这是到了阎王爷家门口了。楚灵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那个在五六三连里？好久不见。你是真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是谁，对你来说不重要。有人惧怕我的力量，把我封印在你的体内。体内？对，就是这儿。若你能解开这道封印，便可获得我巨大的力量，就可以去救你的同伴。同伴？大师兄，白毛巾，小姨姨压好了。小姨姨，小姨姨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才应该是在深渊之桥和大家一起。是的，有你的时候，触碰一下封印，你就不再是那个幻魂力。碰一下就能得到幻魂力。好吧，就信你一回。对，只要碰一下。为什么停下来？这里头不会有猫腻吧？既然你这么强大，为什么会被封印？又为什么会愿意帮我？你倒是够机灵，不过这些与你无关，我想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力量。这是幻魂力，好强，在体内奔涌。我真的，哇，真的是幻魂力，我真的又有幻魂力了。感受到力量的美妙了吗？那你是继续提问，还是去救你那些朋友？奇怪，考试就要结束了，这关虽难，也不至于只有两个人通过。难道有什么意外？你迟到了。你若不做那些多余的事，还能到得更早。这不关你的事。兰若冰，你的任务是潜伏并刺探情报，魂狐的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可你要是再这样引起天武的调查，万一暴露了，可别怪我。什么？这口气息，这是骷髅王大人的气息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绝对异常！跟我上桥，考生们有危险！是。不会错的，这正是骷髅王大人的气息。骷髅王大人复活了，这气息就来自于深渊之桥。骷髅王大人在桥上？怎么可能？那就去一看究竟。
这副身体真是脆弱，连这种下等幻兽都应付不了。也罢，先收了这虫子的幻魂珠，稍微补强一点。这的幻魂难得，你是个不错的食物。你是谁？你不是楚凌霄。你不必知道我是谁。萧逸逸，不错嘛，净化之灵，可惜对我没用。来吧，成为我的一部分吧。身体还是太弱了，可惜。文狐，把他们刚才这段记忆抹掉吧。是，院长大人。还好封印只是松动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派人盯紧这个孩子，此事万不可泄露。其他考生怎么办？其他人中的是机魂波，万处虫王已死，一会儿他们便可复原。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桥上？立刻回答。走吧。是。喂，你们几个，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？其他人呢？其他考生呢？夜雾微凉，覆盖我的伤。在寂寞的路上，我在小路中绽放，犹如那冰冷的墙，过去从未感到彷徨，未来会是怎样。